跟台湾的观众说 hello。哎呀 ，hello， 下去下去下去。谢谢。他在我身上，你看，他尿尿了。羞汗呐！因为你的裤子，羞汗呐！他今天放学哦，是不是？羞汗呐！请假放学，请假放学，这是我们行程的第一天，我们有本事就在今天把肚子夹开，夹白发都，夹白发都，吃怎样？吃坏肚子，吃坏肚子。然后接下来行程我们就一直在车上捞晒。我这样说啦，什么东西都可以配冰吃。来，过来。这是要怎样？来来来，跟我来。发红花茶一杯，你怎么发红花？快啊！一克十美金。哦 ，OK。十克一百送三杯。OK， 我要一杯。这是番红花茶。Oh, thank you。我现在一杯是多少？五块，五块里的。里的，来，他有帮我加点蜜，你看下面，很猛。来，这叫什么？糖红花茶。糖红花茶。番红花茶，对，很猛，蜂蜜的味道，对不对？走，我们来一个。来土耳其，因为这个季节都在下雪，所以我们要每一样东西都配冰吃。好甜哦！羞汗呐！来哦，自创冰。咽一口，我不管。自创冰，先把它用好不好？好，用好，用好。好，我看这一集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土耳其吃的，我们全部配冰吃。羞汗呐！哎、欸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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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来。哎、欸，没冰了。好了。我要干净的哦。干净的，上方都是干净的啦。我要干净的哦。你就过来，我就行了、啊。过来，你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，这边是。看到什么，全部配冰。羞汗呐！还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啊！拿着拿着，拿好，这就是台湾的雪花冰啦、啊。差冰啦、啊。我们就要挑战，第一天就开始拉肚子啊。有收视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也来拍这个。你们是拍的。哎呀！哎呦！哎，我想吃看看嘞。我们一人一碗呢、啊。我吃看看。好吃吗？我真的觉得 YouTube 脑子都傻了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等我吃一口，有没有一点点？我看着，我吃看。哎，不要搞到我们大家都中标了。可以学九妹拍点有意义的东西，没主题了啊！好，穿下来，穿冰。吃冰啊！哎，真的哎！快点，好冰啊！快没电了，是呀是呀是呀。嗯，说说口感，说说口感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还是不难吃。冰是甜的。你看我们在车上会不会落塞？会不会想落塞？那第一餐应该还不会啊。好好好好，我们就每一餐都这样吃。有没有绵绵冰的感觉？超绵，好，我觉得好冰了，准备挑战下一样，感觉那么大碗呢、啊？好啊，好 ，Go！ 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到哪里啊？我们现在来到了芝加哥。哎、啊，接不下去了哈！我们现在来到了土耳其，这个叔叔没有长知识啊！谁说来土耳其一定要吃冰淇淋？刚刚拍的都不是冰淇淋，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，你刚拍那个完全不能用。让我们来看看草爷刚刚拍了什么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怎么可能？那先不要吃，我还没拍啊。谁说来土耳其一定要吃冰淇淋？真香！哎呀，来。我是一只 banana。
来啊，你来啊。不敢哦，平起。那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只有要一个碗而已，所以我们用一个碗慢慢吃。来，拿出你的汤匙。身为一个专业的 YouTuber， 真的要有一个专业的银汤匙。那这个掉到河里面，女神出现的话会给你什么汤匙？塑胶汤匙。东西会不见了，白痴啊，要女神了。大家好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做冰。首先我们去路边挖干净的冰，同学们最好找看起来比较干净的地方挖冰，这样比较不会拉肚子。下一步我们开始制作，首先先把锅烧，首先拿出脆皮酥插上去，再打开巧克力酱淋上去，就是这么的简单，一道美味的做冰就完成了。下面开始技术总结，第一，最好不要跟他们一样做这种傻事。第二，如果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去买一碗。技术总结完毕。究竟是台湾的刷冰营还是土耳其的那个冰淇淋，土耳其冰淇淋会赢。好，很好，好，来，你先尝。嗯，它是小黄，好险，我叫草莓，巧克力没有甜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有甜味好不好？哪里？巧克力呢？是加香味，你懂个屁啊！不是加香味，我要的是它那个脆皮酥的感觉。对呀、啊。加上那个脆皮酥很屌，对，完全就是脆皮酥赢。嗯，我觉得脆皮酥，我个人是偏脆皮酥赢的啦。下一站看在哪里，好不好？随机就地取材。是，哎，重点是把它吃完。什么时代？用塑胶很非常不环保。好，银汤子，他们的冰真的好黏哦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那么黏，你知道吗？我家没。慢点耍啦！你想讲什么？快点讲。土耳其冰淇淋齁，就加了一种叫蓝青粉的东西，所以它的粘着度会比一般还要粘，吃起来就有点像马吉的感觉。喝完了，喝完了，我们要上车，要上车。喝了，喝睡啦，出发，下一站。正统的土耳其。还是一样的招式啊！老招啊！我刚刚没招，弟弟讲一次就好，长字幕很辛苦。你讲你胸大呐啦！这要制作多久啊？这个好糗啊！漂亮哦。这边其实就是都是基督徒在躲的地方，所以你能想象几百年前几千年前还是几百年前啊？你们都没来看哦，几千年前还是几百年前啊？我告诉你，2300万人口是台湾，废话。因为讲可不相干就没事了，是随便来，反正就是当时候的教皇唯一信仰就是国王嘛。魔啦，所以他们教皇国皇的啦，他们不能容许其他宗教来到这里，所以当时候的基督徒都躲在这种。那我问你，基督徒跟回教徒有一样吗？不一样。OK， 对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基督徒可以吃猪肉吗？基督徒可以。对吧 ，OK， 那你解答了吗？你们到底在鸡同鸭讲什么？人家要听的是故事啊，故事有什么好故事的？故事就是基督徒跟回教徒是分开的。这边是你宿舍。所以这些都是以前基督徒所躲藏的地方，因为他们怕被追杀，好辛苦。原来是含羞。
考失职日记的部分啊。我们国美里国家公园成功，出发下一站。哇哦！收掉。来，你要相信自己。他是结冰的啦，我们不是要踹踹看他会不会溜冰。喂，快点！啊！哪有啊？没有破啊！你没有踩到，这哪有破？那可以踩啊！今天的重点是蘑菇头，就他少。土耳其的蘑菇头跟我差不多，跟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差不多。哦、我随时无时无刻都这样子啊。观众有点觉得为什么我说我们后面没有在吃了？其实我们是要一日吃到底的。可是我们发现去到土耳其的那个哪里？伊斯坦堡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在前面几站，那个叫什么？咔咔。我们最后一站吃完以后，去到后面，所有的雪都融化了。它融化就算了，很多就是有剩余的一些，可是它是脏的，很脏，那个我们不敢吃。但是事实证明了，台湾的刨冰其实还是不错。可是土耳其的冰也还蛮好吃的。重点是加料啊。加料。好好对，刨冰就是加料的精神，真的。还有一个重点。我们都没有落赛，我们都没落赛，真的。对于这次台湾刨冰跟土耳其的冰淇淋大比拼，你觉得谁赢了？台湾精神啊！刨冰，我们要中立一点，你选刨冰，我选刨冰，我也选刨冰。重点是观众，如果说哪一天在我去冰天雪地的地方自备汤匙，自备汤匙，然后那些料你自己准备好，对，那事实证明。真的还蛮好吃的，那个雪真的好吃。对，那你不能找那些路边脏的去吃啊！我相信你也不笨啊。你如果去选那个脏的，然后再把它剥开，其实里面的我跟你讲没有比较好，真的没有比较好。不会啦，如果说你今天想减肥的话，你就多吃一点吧。OK， 对啊，你想减肥就多吃一点啊，绕开你惨叫名，我靠！好啊，那就这样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们土耳其之旅已经回到台湾了，好不好？就没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订阅《含羞草日记》，还有。韩老板，他想到底有没有开频道、啊？我要开，我要开一个健身的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啦。好，那等他要开再说，拜拜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, don't mind me. I'ma just grab my stuff and leave.